温室杂草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一个很新的新组成的乐团，嗯，然后就是很高兴阿正老师可以，就是胡凯来的吉他手，可以就拿一把很漂亮的吉他的那一把那个人，对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共演。然后他们6月30吗？对啊，6月30在 Next 有一场跟荷尔蒙少年。然后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那第一首歌。终于忘记你的时候，出现在我的梦里。终于忘记你的时候，出现在我的梦里。
音。谢谢。